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是支持全国人大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以落实爱国者治港的重要原则，为特区政治制度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我们全体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是因此期待全国人大常委根据人大的决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等特区政府可以及早就各项的本地选举法例提出修改建议给立法会去审议。与此同时，我们亦都是同步地进行工作，尽快修订这个议事规则，希望是可以纠正过去立法会出现的种种乱象，确保我们立法会有效运作，妥善履行基本法赋予的职责。这个就是我们建制派40位议员的